而家就等我哋集中我哋嘅能量、念力、意愿以及行动，一齐走入全球彩虹桥嘅能量圈里面啦！就喺而家，大家慢慢咁深呼吸，慢慢将注意力集中喺你嘅心里面，想象地球就喺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里面。地球同我哋合一，我哋同地球一心，我哋从地球嘅入口进入去地球嘅核心。想象你就喺世界嘅中心，地球嘅中心由两个立方嘅金字塔所组成，佢系一个巨大嘅八方水晶体。水晶体嘅上面系红色、白色。下面是蓝色、黄色，在水晶体的中心强烈地发放出一道白色的光，在镶尖水晶体的最高的地方是一条白色的光轴，从北极延伸到南极。光轴的两边是由红色和蓝色的能量管，它们互相交缠而产生的原生能源。在这个时候，地球的白光越来越强，白光就好像流水一样不停地向南北两极喷发。这个白色的光轴由北极延伸到南极，光轴的两边是两个互相交叉的原生能源。这个能源启动了人类的遗传基因。水晶体的四方有四个时间原子，这个时间原子就好像齿轮一样，以最自然的方式不停地旋转着。这个时候，地球的光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白光就好像流水一样不停地向着南极、向着北极喷发。就在极光交汇的同时，放射出一道巨大的彩虹光束，从地球的两极放射出去。彩虹光束以180度围绕着地球，瞬间形成了巨大的彩虹桥。当地球围绕着轴心旋转的时候，彩虹桥保持着静止不动。我们感觉到地球好平安，生生不息地运转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家更深地和地球连结着。然后我们将彩虹桥的图像放在自己的心里面，想象自己心和地球的中心完全合一，感觉自己心里面有一道强烈的白光。白光从你的头顶、脚底两极处放出彩虹的光束，形成了巨大的彩虹桥，围绕着你整个的身体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完全和地球合一。这个象征着世界永恒平安的彩虹桥，是真实地存在的。只要全世界有足够的人数，大家一起用爱的心电感应着，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必会成真。